欢迎加入完全瑜伽。国际知名的瑜伽教练，来自白莲基金会的冈纳怀特和崔西瑞奇创立了流水系列。这种充满挑战、令人愉快的瑜伽气功，糅合了古典和现代瑜伽智慧的精华。冈纳和崔西一共有60年的经验，他们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瑜伽运动，训练了成千的教师和学生，享誉世界。流水系列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瑜伽教学方式。第一部分练习称为土，帮助你进行瑜伽功基础训练，它和水和火组成一个整体。我们从瑜伽一呼吸开始，保持舒适坐姿，身体坐直，双肩向后绕，放松并伸展双臂，压低下巴，轻轻拉长脖子后面的肌肉。正确的瑜伽一呼吸，喉咙轻轻收紧，控制气流，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。一旦学会了瑜伽一呼吸练习时，嘴是闭上的，然而张开嘴练习会容易一些。开始时可以在呼气时发啊的音，呼出全部空气，呼气时继续发出啊的音，用嘴吸气。再来一遍，呼气，再来一遍，用嘴吸气。现在慢慢闭上你的嘴，呼气，呼吸的同时继续发出啊的音，集中精神于声音。瑜伽一呼吸有助于扩大你的肺活量，培养持久力。瑜伽一呼吸为练习带来冥想的意境。请进入塔达萨玛站立姿势，慢慢地将身体重心移过膝盖，压在脚跟上，大腿用力收缩尾骨，抬起胸骨，轻轻放下下巴，拉长脖子，头顶伸展，双手合十，瑜伽一深呼吸。 A 系列太阳礼姿势，吸气，向两边张开双臂，向上伸并向上看，呼气，向前弯腰，双手触地，身体折叠，吸气，弓形站立，手指下压，呼气，手臂支撑，吸气，俯卧撑姿势，脚尖施压，呼气，反微型，食指张开，重心压在手掌，手臂支撑，打开肩膀，顺臀部方向伸展，重心压在后跟，双脚并拢或保持一臀宽距离，脚趾向前，双脚平行，吸气向前一步，弓形站立，呼气，双手触地，身体折叠，放松脖子，吸气，向外伸展，打开肋骨，抬胸，收缩尾骨，呼气，收势，双手合十。第二套 A 系列姿势，瑜伽一吸气，打开肋骨，抬胸，收缩尾骨，向上伸，呼气，弯腰，坐骨施压，双手触地，吸气，胸腔充满空气，弓形站立，抬胸，呼气，手臂支撑，压低时成一直线，吸气，身体向前滑，双手稳住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伸展后背，反微型，手掌压地，骨骼成一条直线，双耳沿着手臂内侧伸展。要点：保持良好能量线，每次吸气都胀满肺部，呼气都排空肺部。吸气，双脚向前，弓形站立，
呼气，身体折叠，头顶对着地板。吸气，双脚施压，双臂向外伸展，抬臂向上看，抬胸，呼气，收缩尾骨，收势。第三套 A 系列姿势，吸气，抬臂向上，呼气，弯腰向下，双手触地，用脚施压。吸气，弓形站立，抬腿，呼气，向后压低身体，尾骨向脚跟移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锻炼四头肌，呼气，五次瑜伽一深呼吸。要点：太阳里运动每一块肌肉和关节是一种完全平衡的练习，目的是调和整个身体。瑜伽一深呼吸，脊椎拉长，吸气，向前一步，弓形站立，双脚施压，身体下沉，呼气，肋骨压在大腿上，身体折叠，吸气向外伸展，继续呼吸，同时慢慢站起来，向上伸手，呼气，收缩尾骨，双手合十。 B 系列姿势，吸气，下蹲，抬胸，伸臂，呼气，身体折叠，双手触地，吸气，弓形站立，后腰下沉，呼气，手臂支撑身体，吸气，双手压地，胸上抬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向后滑，反微型，右脚向前，吸气，双臂向上，呼气，身体向下，并且使腹部贴近地板，并且向后弯腰，反微型，右脚向前，吸气，抬胸，坐骨下沉，呼气，向后跨，俯卧撑姿势，吸气，拉四头肌，呼气，拉伸背部，反微型，五次深呼吸。要点：臂姿势产生更多的热能，锻炼力量、持久力和热能。重心平衡于四肢，吸气，向前跨，弓形站立，抬胸，呼气，双手触地，放松颈后肌肉，吸气，蹲立，臀部下垂，抬双臂，胸骨上升，呼气，收势。第二套 B 系列，双手合十，瑜伽一吸气，双脚和双膝施压，后腰下沉，尾骨舒展，呼气，折叠站立，向上卷尾骨，吸气，压手指，收回双肩，呼气，脚向后跨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打开双肩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右腿向前，前脚站稳，重心从后脚跟移到后脚外沿，呼气，张开食指，手臂支撑身体，吸气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反微型，重心压在后跟上，左边移动重心，腹部中置，抬胸，呼气，伸展后背，深深放松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呼气，反微型，腋下向上，大腿中心向前，双脚并拢或间隔几英寸，头顶用力，拉长脖子，吸气，肺胀满，向前跨，弓形站立，
呼气，身体折叠，坐骨卷向天花板，吸气，蹲立，锻炼大腿，打开肋骨，呼气，放下双臂。第三套 B 系列瑜伽一深呼吸，吸气，打开肋骨，伸出双臂，呼气，身体折叠，吸气，抬胸，呼气，俯卧撑姿势，身体呈直线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身体前部构成漂亮的弓形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吸气，重心移向后脚，抬胸的同时压低臀部和尾骨，呼气，手放下，吸气，身体向上，手和脚尖支撑，呼气，拉伸后背和躯干，左脚向前，面向前方的英雄姿势，双臂伸展，臀部下垂，前胫骨与地面垂直，呼气放松，俯卧撑姿势，吸气，身体向上，绷紧大腿，呼气，反微型，五次深呼吸。要点：注意力集中于呼吸的声音，以保持联系中能量的流动。瑜伽一呼吸节奏均匀，让热量渗透整个身体。吸气，向前跨步，胸骨上抬，呼气，拉长双腿，双脚分开，吸气，蹲姿，大腿施压，打开肋骨，向上升并向上看，呼气，收势，双手合十，瑜伽一呼吸。 C 系列姿势，十二位置太阳里，吸气，双手抬起，掌心相向，弓形站立，呼气，双臂从两边或前方伸展，吸气，右脚向后，屈腿下蹲，下沉，上身，俯卧撑姿势，屏住呼吸，脚跟收回，呼气，膝盖、胸部和下巴，吸气，眼镜蛇姿势，耻骨施压，双肩向后绕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右脚向前，吸气，下沉，上升，打开双肩，呼气，身体呈折叠，脖子拉长放松，吸气，慢慢打开双臂，手掌向上，打开盆骨，抬胸，弓形站立，脚跟站稳，呼气，放下双臂。第二套 C 系列姿势，瑜伽一吸气，掌心相对，双手向前向上举过头顶，手臂沿着双耳方向，呼气，伸展向下，手指触地，身体折叠，双脚施压向后伸，屈单膝下压，四头肌下沉，俯卧撑姿势，吸气屏住，身体绷紧，呼气，膝盖、胸部和下巴，吸气，眼镜蛇姿势，抬双肩向后向下放，头顶向前拉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吸气，右脚向前，屈膝下压，伸展四头肌和腿筋，呼气，双脚并拢，双手触地，放松脖后肌肉，吸气，双臂打开，向上伸，掌心相向，呼气，收势，双手合十。第三套 C 系列姿势，吸气，双臂向前伸出，掌心相向，呼气，手臂可向前或两旁伸，双手触地，吸气，右脚向后，屈单膝下压，右手放在左膝外侧，左臂画圈伸向后面，置于骶骨或者大腿外侧，大腿下沉，抬胸，吸气，
呼气，转动，吸气，俯卧撑姿势，屏住呼吸，收回后跟，呼气吸气，眼镜蛇姿势，双肩向后绕，双脚和双手施压，吸气抬臀，足跟向下反V形，右脚向前，左手置于右膝外侧，右臂画圈向后，手放在骶骨或者是大腿外侧。要点：体内能量形成完好的流线，吸气时空气完全充满肺，而呼气时应呼进所有空气。吸气，呼气，向前一步，身体折叠，提坐骨，放松头部。吸气，双臂打开，向前或向两侧，掌心相向，身体上抬。呼气，收势，双手合十，准备站立姿势。吸气，双臂举过头顶，向上伸，并向上看。呼气，折叠身体，双手触地。吸气，弓形站立，收回双臂。呼气，手臂支撑身体，向下压，身体向上。吸气，打开胸部，呼气，反V形，用臀部力量压后背，三角形姿势，右脚向前，手臂向下抓住胫骨上舒服的位置，能量线从心脏向双臂平衡的延伸，放松肩膀，上身压在大腿上，呼气，放松，用手臂支撑身体，吸气，身体向上，打开盆骨，拉长大腿，呼气，反V形，顺着臀部拉伸，左脚三角形姿势，左臂向上置于胫骨前方，右臂向外伸，手指张开。要点：三角形为几何图形，该姿势的三个要素为知识、意志和行动。如果感到紧张，将头转向地面，呼气放松，双手向下，掌心压地，手臂支撑身体，身体向上，双臂打开，胸部打开，脚趾施压，呼气拉长全身，反V形，吸气，双脚向前，弓形站立，呼气，身体折叠，拉长脊椎，吸气，双臂向外，继续呼吸，慢慢向上站起，收势，呼气，向下再次双手触地，放松脖子，吸气，肺胀满，弓形站立，呼气，手臂支撑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呼气，反V形，英雄姿势，右脚向前置于双手之间，胫骨与地面垂直，手臂打到肩膀高度，下压坐骨和尾骨，从坐骨到头顶呈直线，深呼吸，肺胀满，呼气，用手臂支撑身体，身体绷直，吸气，身体向前，呼气，拉力贯穿脊椎，左脚向前，右脚向一侧，胫骨垂直下压，同时身体上抬，胫骨垂直于地板，压臀抬胸，手指伸长张开，呼气，手臂支撑，身体向上，张开食指，脚趾用力，呼气，反V形，吸气，双脚向前，弓形站立，呼气，身体折叠，吸气，
双臂打开向外向上，呼气折叠身体，双手触地，肺胀满，瑜伽一，呼气，俯卧撑姿势，吸气，伸展大腿，压双脚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延伸右侧角度，右脚向前置于双手之间，前臂压在大腿上，另一手臂向上伸，从腋下看天花板。要点，要加强练习，可以在大腿下方交叉手指，打开身体，重心延伸到后脚外侧，呼气，放松，俯卧撑向下，吸气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反微型，清空肺部，延伸右侧角度，左脚向前，后脚呈45度角，前臂压在大腿上，另一手臂向上伸。加强练习的方法，双手手指交叉，如果感到脖子紧张，头转向地面，呼气，瑜伽一，手臂支撑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吸气，弓形站立，双脚向前，肺胀满，呼气，身体折叠，吸气，慢慢站起来，呼气，向下折叠身体，双手触地，吸气，收回双肩，弓形站立，呼气，手臂支撑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半月，右脚向前，右手指尖支撑，左手置于臀部，然后伸向天空，保持平衡，后跟与臀部成直线，伸展脚踝，头偏向一边或伸向天花板，继续深呼吸，呼气，放松，同时手臂支撑身体，吸气，打开胸部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半月，左脚向前，左手指尖支撑，右手置于臀部或伸向天空，拉力从头顶贯穿到后脚脚踝。要点，半月姿势拉长双腿、膝盖和身体能量。如果脖子累，将头转向地面，呼气，放松，身体呈直线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中心放在四肢，吸气，双脚向前，弓形向上，抬头放松脖子，折叠站立，吸气，向外向上伸展，四头肌收缩，呼气，弯腰，双手触地，吸气，弓形站立，后背向下沉，呼气，向后伸，向下压脚跟，双手下压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向前英雄姿势，右腿向前置于双手之间，拉伸后脚跟，压臀，胫骨与地面垂直，抬胸伸臂，掌心相对，脖子的后部要放松，呼气，俯卧撑姿势，身体向上，吸气，呼气，反微型，左脚向前，重心压在后脚跟上，打开肋骨，双臂挤过头顶。要点，
英雄姿势加强潜意识，锻炼脚趾、大腿、臀部和手臂。膝盖后面放松，后跟施压。呼气，瑜伽一。吸气，身体向上。呼气，反V型。吸气，双脚向前，后背下沉，抬胸。呼气，身体折叠。吸气，向外打开，慢慢地站起来，弯腰。呼气，身体折叠。吸气，弓形向上，收回双肩，双脚施压。呼气，手臂支撑，身体向上滑。呼气，反V型。英雄平衡，右脚向前跨，双手合十，或向外伸双臂，掌心相对，后脚踝伸展，大腿中央向下。呼气，放松，向后跨，并压低身体。吸气，臀部与手相对，身体向上，反V型。呼气，英雄平衡，脚踝伸展，双手合十或者向前伸。要点，该动作体现自然平衡，因此应随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。头顶用力，拉长颈后肌肉。呼气，向后跨，身体向下，手臂支撑，身体向上滑。吸气，呼气，反V型。吸气，双脚向前，后背下沉，肋骨上浮。呼气，低头。吸气，保持双脚活力，双手向上伸。呼气，双手触地。吸气，抬头，弓形站立。呼气，手臂支撑。吸气，双手画圈，身体向上。呼气，反V型。扭曲三角姿势，右脚向前，左手放在右脚外侧，右臂伸向天花板，后脚跟用力，保持脊椎挺直，以脊椎为中心转动肋骨，双肩放下，放松，呼气，放松。俯卧撑姿势，吸气，身体向上，手肘向后，弓形站立，反V型，后跟伸展。吸气，左脚伸长，右手放在左脚外侧，左臂划圈举过头顶。要点，扭曲三角姿势，释放后背压力和紧张，增强脊椎当中能量的流动。抬胸收尾骨，能量线延伸至脚。呼气，收势，双手用力，脚踝收回，手臂支撑，身体向上，锻炼大腿，打开盆骨。呼气，拉长大腿和腿筋。吸气，双脚向前置于双手之间，肋骨上浮。呼气，肋骨下垂。吸气，双臂向外并慢慢站起来，同时向上看，放松尾骨。呼气，向前，身体折叠。吸气，弓形站立。呼气，向后跨，身体向下放，手臂支撑，直到地面。睡船姿势，掌心相对，大腿中部压住地面。瑜伽一，深呼吸，抬高并伸展四肢，双手和双脚要间隔一肩宽。要点，睡船姿势锻炼背部肌肉、腰椎和臀部。弯腰向前的同时，
保持长能量线，呼气，放松，头侧偏，吸气，深吸气，呼气，伸展，放松双肩，不要压迫你的脖子，双肩与双耳成直线，脚趾施压，腿部用力，呼气，头偏向另一边，平稳的深呼吸，紧接着头回到中央，双手置于双肩下方，吸气向前滑，身体向上，臀部与手相对，脚施压，食指张开，呼气反V形，吸气从双手间向前看，向前跨或跳到坐船姿势，双臂要一肩宽，掌心要相对，脚踝舒展，抬胸，腹部收缩，肺胀满，呼气，放松，双腿交叠，坐直，深呼吸，闭上双唇，以坐骨为中心平衡，收回膝盖，伸开手臂和双腿，脚趾向前施压，脚趾收回。要点：坐船姿势拉伸内脏和后背，有助于建立能量线。抬胸，拉伸背部，肩膀放松，脖子肌肉拉长，放松，呼气，每次放下一个脊椎骨节，下巴指向胸部，脚踝收回到臀部，双手置于脑后，半坐起姿势，呼气起来，吸气向后，呼气起来，吸气放松，呼气起来，吸气放松，呼气起来，吸气放松，手肘向后起来收缩，准备抬腿，双手置于骶骨成三角形，呼气，屈腿放下，吸气，脚趾向前抬腿，呼气，屈腿放下，吸气，脚趾向前抬腿，呼气，下压时拉力贯穿双脚，吸气，脚趾向前抬腿，呼气，双手施压，拉力贯穿双脚，吸气，脚趾向前抬腿，呼气，身体向前起来，回身，膝盖支撑，准备骆驼姿势，双膝保持一臀宽，收缩尾骨，双手支撑后背，手指向上，重心压在掌心，抬胸，手肘下压，双手回到脚跟，臀置于膝盖上方，胸骨抬升，头顶伸展，然后是完全瑜伽一深呼吸。要点：屈背能生成内火，有助于抵抗衰老。收缩尾骨，慢慢放松，回到跪卧姿势，瑜伽一深呼吸，气压盆骨，吸气起身，膝盖小于一臀宽，然后收缩尾骨，抬胸骨，肩膀向后，手放臀后，手指向上，向后伸，抓住足跟，拉长大腿，抬起四头肌，头顶舒展，放松双肩，手指压足跟，伸展脖子后面的肌肉，双肩下垂，
放松，放松，跪卧姿势，臀部坐在后跟上，瑜伽一深呼吸，轻轻放松，一节一节地向上卷起脊椎骨，臀部移向右侧，双脚画圈，准备桥姿势，放下脊椎，脚站稳，下巴指向胸部，后跟对着臀部，双脚间距一臀宽，桥姿势，收腹，提尾骨，大腿向上伸向天花板，双手从后面紧握住并压住双臂，站稳脚跟，收缩后腰，后脑压在地板上，双手撑地，呼气，从第一节脊椎骨到最后一节放下，屈膝，深吸气，慢慢呼气，再来一次，桥姿势或者车轮姿势，双脚压住地板，尾骨收缩，双手从后面紧握并压住双臂，要达到完全车轮姿势，在桥的基础上，双臂向后，手指指向肩膀，收缩尾骨，抬大腿，放松头部，压双足，脊椎向前成功型，手脚保持活跃，下压，上抬，放松脖子，头下垂，呼气，每次放松一节脊椎骨，向下卷脊椎，呼气，屈膝，拉长尾骨和后腰，吸气，然后要慢慢的起身，俯身到膝盖上，并保持跪卧姿势，放松后背，瑜伽一呼吸下行到骨盆底部，平稳轻柔的呼吸，呼吸下行到腰部，双手置于双肩下方，慢慢抬起，并向后跨，压脚跟，张开食指，平均的压双手，双臂挺直，反V型，拉力从头顶经过坐骨，贯穿到了地面，重新调整身体，吸气，双脚向前，弓形站立，抬头，呼气，身体向下，双手抱臂，折叠身体，可从腿后或身体前面抱紧双臂，放松脖子，头下垂。要点，这一姿势能放松体内收缩的肌肉。保持双脚活跃，呼吸压到大腿后侧，放松双臂，双脚间距保持6到8英寸，手向下滑到双脚底，双脚施压，收回肩膀，呼气，放松，身体折叠，双肩向后，感觉压力，头顶下垂，继续呼吸，吸气，放松，放松，并轻轻地屈膝站起来，呼吸节奏平稳，
吸气，双臂张开向上，并向上看，呼气，弯腰，身体折叠，吸气，弓形站立，呼气，俯卧撑姿势，向后退一步，手臂支撑身体，吸气，身体向上，呼气，反V形，从双手间向前看，向前跨或跳到坐姿，准备坐立姿势。向前弯腰，屈左腿，伸直右腿，以坐骨为中心平衡重心，吸气抬臂抬胸向上伸，呼气身体向前折叠，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，放松，头顶对着双脚，双脚伸展，肩膀放松并收回。要点：向前弯腰姿势拉长身体肌肉，减轻脊椎压力，有助于疏通筋骨。胸骨向前伸展，吸气，双手向上伸出，呼气抬胸，双臂放回身体两侧，伸左脚，屈右腿，伸左腿，重心向下压在坐骨上，呼气，身体向前，头顶舒展，紧握双手，放松脖子，头向前，平稳的瑜伽一呼吸。吸气，呼气。要点：该姿势有助于消化和新陈代谢，拉伸腿和腿筋，而不是后腰。吸气，向上伸展，抬胸，呼气，延长脊椎，放下双臂，坐立向前折叠，坐骨施压，抬胸，伸手臂并呼气，身体向前，抓住脚外侧或任何能抓到的地方，盆骨、坐骨和尾骨轻轻地弯曲，有节奏的呼吸，平衡吸气和呼气。要点：向前折叠被称为完美瑜伽姿势，它能释放整个身体的压力，促进消化和新陈代谢，同时疏通筋骨，放松神经系统。沿着前面拉长身体，放松，深吸气，伸出双臂起身，坐直，呼气，然后就是收势。脚掌相对，准备大角度姿势，抓住大脚趾，掌心施压，抬胸收肩，重心压在手肘上，抬胸，呼气，手肘放在身体两侧，向前伸的同时压腿内侧，背部慢慢弯曲，瑜伽衣气压盆骨底部，放松双肩，吸气，头顶上升，放松，坐直，放松，向前伸出双腿，然后向两侧分腿姿势，从大腿根部向脚踝方向拉伸，双肩向后，
双手从后面支撑，如果喜欢，可以双手至前。慢慢的，从耻骨向肚脐，从肚脐向胸骨，从胸骨向头顶方向伸展。要点，该姿势有助于打开臀部关节，舒展腹股沟肌肉。双脚用力，找到舒适的姿势，保持双脚绷紧，吸气，抬起，手撑起，身体向后靠，双腿慢慢地回到前面并拢，坐直，开臀姿势，屈右腿，抓住膝盖，右脚置于肘弯内侧，坐骨施压，抬胸，双肩下垂。要加强训练，可选择射手姿势，左手抓住右脚，右手抓住左脚。或脚置于头后的位置，坐骨施压，胸骨抬升，放松下颚，放松双眼间肌肉，耳尖到肩膀呈斜坡，呼气放松，重新回到坐立姿势，坐直抓住左腿，射手姿势，拉长脖子肌肉，脸部放松，脚置于脑后，深呼吸，拉伸的腿弯曲，呼气，收势，坐姿脊椎扭曲，右脚置于左膝盖外侧，左脚滑到臀部右侧，或者绷直脊椎坐在脚上，伸左臂同时吸气，呼气，左臂从前面与膝盖相交，吸气，向上伸右臂滑向后面，手置于身后的地面上，下巴水平转向右肩，右手尽量接近脊椎，抬胸，脊椎挺直，放松并交换方向，左脚置于右膝盖外侧，可以坐在脚上，右臂向外伸，吸气，呼气，右臂从后面与膝盖相交，吸气，左臂向上打开，手置于身后的地板上，双手平均用力，拉长脖子后面的肌肉。要点，抬升的同时吸气，扭曲的同时吸气，扭曲姿势可放松后背并拉长脊椎。沿着脊椎前面上抬，坐骨施压以平衡拉力，吸气，呼气，收势，重心向前压在双手和膝盖上，坐起，准备海豚姿势或是倒立姿势，画出手肘宽度，前臂压在地板上，手指交叉，脚趾向下抬臀，放松头顶下垂，前臂施压，后跟负重，倒立，膝盖抬到胸前，脚慢慢向上，双肩上抬，前臂支撑。要点，
倒置增进血液循环，平衡淋巴系统，减轻压力，恢复体能。双腿间形成能量线，呼气，身体放松，继续呼吸。保持海豚或倒立姿势，头顶冲着地板，双手置于脑后，膝盖抬到胸前，用双脚平衡，并慢慢地伸向天花板。要点：倒置称为国王的姿势，能强身健体，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，调和循环系统的机能。瑜伽一呼吸一定要持续和充分。有节奏的瑜伽一呼吸，保持双臂活跃，前臂构成的三角形支撑，双肩向外伸展，肋骨向肾脏方向移动。保持能量，保持活跃。脚踝伸向天花板，平稳均匀的深呼吸，绷紧双臂，能量充满双腿，慢慢放松，膝盖触地，呼气，跪卧姿势，双手置于双肩下方，脖子放松，慢慢滚动头顶，按摩脖子后面的肌肉，减轻压力。吸气，呼气，慢慢坐起来。臀部移向一侧，用毯子垫在肩膀和后背下面，身体向下，每次一节脊椎骨，肩膀位于毯子边沿，头颈伸出毯子，双手压地，慢慢抬起膝盖到前胸部位，抬臀，脚举过头顶，犁姿势，双手支撑背部，双脚施压，尾骨上抬，从身后食指交叉，拉伸手臂，打开肩膀作为支撑。肩膀倒立姿势，双手置于背后，慢慢地抬起双腿，肩膀和手肘形成支撑的底座。抬起臀骨前端，双手继续支撑背部。双腿既分开又关联。脚踝向上伸展，双腿自然向上，呼吸。要点：肩膀倒立称为皇后的姿势，也有人叫极度放松压力的姿势，恢复体能系统，
平衡新陈代谢和甲状腺机能，拉长脖子肌，它是倒立姿势的补充，应与呼吸协调一致。瑜伽一呼吸有力而连贯，后脑轻轻地压在地板上，整个身体保持活跃，能量线向上延伸，贯穿双腿。呼气，慢慢放低背部，离姿势，脚趾向下，抬臀。呼气，一次一节脊椎骨的放下身体，放松脖子后面的肌肉，让头轻轻向后滚动。呼气，放下双腿，伸展脚跟，慢慢放下来，拿走毯子，坐起来，准备鱼姿势。双腿伸展，双臂置于两侧，弯手肘，抬胸的同时用肘支撑，头顶支撑，双手合十，深呼吸。也可以交叉双腿，莲花姿势，抓住脚尖，压回手肘，胸骨向上抬，飞鱼姿势，更加挑战的姿势，屈膝到胸，双腿向前伸直，呼气，慢慢放松。慢慢的侧身坐起来，慢慢的深深的进行五次瑜伽一呼吸。坐直，下巴轻轻放低，平衡吸气和呼气。吸气，抬升并扩展胸腔，呼气，拉长脊椎。呼吸完整而充分。呼气，慢慢放松。起身，准备眼镜蛇姿势和最后的放松。身体向下，每次一节脊椎骨。伸开双腿，距离宽于臀部，完成最后的呼吸后，慢慢地放松身体，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分开双脚，距离宽于臀部，放松置于身体两侧的双手，手心向上，下巴指向脚趾，注意力集中于双脚，放松双脚，放松脚踝，放松小腿肌肉和胫骨，放松膝盖骨和膝盖后面的肌肉，放松大腿，放松臀部肌肉及盆腔，放松腹部和后腰，放松肋骨和脊椎骨，放松胸部和后背，
放松双肩、手臂和双手，放松喉咙和颈后肌肉，放松下颚、脸颊和嘴唇，放松眼睛和双眼之间的肌肉，放松前额和太阳穴，放松头皮和头骨，放松头顶，
注意力慢慢回到呼吸，轻轻移动手指和脚趾，开始伸展。慢慢地偏向右边，同时进行几次过渡呼吸。让呼吸引导你回到舒适的坐姿，身体坐直，双眼仍然闭上。慢慢的，深深的，瑜伽一呼吸。双手回到胸部中心，合十。